夏天把车停在太阳下，时间长了，车内的温度真的把人都烤熟了，怎么办？办法倒是有，人的头发是可以隔热的，发型帅不帅，那才是重点。怎么样？这个办法可不是人人都能想出来的。哇塞，真的一点都不热。无论多帅，关键在于经常打理。柔和一点，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做个有型又聪明的人，就要有一辆这样的车。